你们两个是想来我桃林三演是吧？喜欢很喜欢的那种，不是小孩子对大人的那种喜欢。好尴尬。会用了吗？什么？天恒神杀。哦。凝神聚力。气沉丹田，脚底生根。啊，可是咱们在桥上，他接不到土，他生不了根。就这样，他这样的徒弟很难教啊。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就会变成什么。你只要心中想的是什么，就会变成。这冲着上。你如果这么说呢，我就会变成一个仙儿。好多小星星，小星星，最好是包莲花红叶。我觉得是可以。